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天降的骚乱水少女的抉择哦，水希腊圣华山的任务。哦，第一关这样就要12颗了。那我们就是哦，做多一点。哦，好像他回合数给的还算多。那就多一点吧，既然要多就一次给他多一点了，对嘛，反正天降了就给我天降了，直接送他走，这样比较快。25颗以上，1 2 3 4 5 6 7 8 9 10 11，这个新转属，所以基本上我选择这样消就好了。好，这样就是一波给他多一点送走，最好是5颗5颗啦。哦，希腊的特性。好，让他天降，我靠！哦，吓我一跳，我刚才还不够嘞。哦，基本上只要一个不小心，你全部重来的话，就蛮麻烦的了。哦，你就是尽量流星珠，然后一次把它扫过就对了。哦，剩这只就没什么好担心的，这只就好处理。哦，由于第二只的副队长希腊，他不是消三掉一哦。所以基本上掉的量还是有差。哦，三也蛮好打的，基本上打的话看起来是跟暗希腊差不多。哦，所以关卡应该是希腊都是同一种类型的打法吧。哦，以上这个是水希腊升华三的示范，给大家参考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